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哥哥，你在画什么啊？我在画大象啊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哎，你画得很好哎，是不是？真的，西瓜的这个颜色配得很好哦。对啊，所以我才觉得哥哥，你画得好像没有很好哎。你那里说我这个画哪里差了？大象怎么会是蓝色的啊？哦，你很没有想象力耶，明明就有卡通是蓝色的大象啊，你不觉得这个独一无二，跟别人不一样，很有创意吗？是吗？哥哥弟弟，你们讲话太大声了，吵到我了啦！哎，哥哥，姐姐好像生气了，我们讲话小声一点啊。我明明就正常音量，哪有很大声？好啊，如果小声一点，你听得到吗？哥哥你在说什么？你看吧，这么小声你又听不见，我明明就没有刻意大声，大惊小怪。对啊，姐姐，哥哥如果讲话不大声一点，我也听不到啊，所以在家里讲话大声一点没关系啦。就是说嘛，而且我们家里明明又没有其他不认识的人，为什么我们讲话要控制音量？哦，你们很奇怪，家里本来就不会有其他人啊，而且这里是客厅，哎，是公共空间，讲话本来就要比较小声啊，而且你们讲话这么大声，我明天要考试哎，你们都吵到我了。哥哥，姐姐说的也对，我们家是公共空间哎，所以你也觉得我很吵咯？我明明就跟你在聊天，我还夸奖你，你居然觉得我吵哦？可是就是公共空间要小声一点嘛。你看你们又那么大声了，又吵到我了啦，小声一点。对，我明明在跟姐。哎，姐姐是你很奇怪，我刚刚一开始就正常的说话，是你自己在那边觉得大惊小怪，我讲话才变大声的，好不好？那为什么你正常说话我听得到啊？那你就不要认真听啊，你就专心写，就代表你做写功课不专心啊。对，姐姐，你现在讲话也很大声啊。对啊，你看还敢说？那是因为大声我才大声的，好不好？哪是啊，是你先大惊小怪，我才觉得很奇怪。姐姐说是你先大声，姐姐才会大声的。是吗？刚刚我很小声跟你讲话，是他大惊小怪吧？对，是姐姐你大惊小怪，哎。怎么我大惊小怪，明明就你们那么大声吵。找到我好不好、啊？是自己找到我，宝贝们，爸爸回来喽！爸爸，来来来来，宝贝们，爸爸跟你们说，我刚刚啊去特卖会，看到很多东西在特价，所以呢买了一些玩具给你们。你看，我有玩具，弟弟，这是你的。哇，谢谢爸爸，是猫猫奖哎。对呀、啊，哥哥，你的是。爸爸，就是这个鼓，隔壁阿宁在打的时候，我都好想要。爸爸，谢谢你。不客气啦。那爸爸，我呢，我呢，我呢？我的宝贝女儿，爸爸当然没有忘记了。是什么？乌克丽丽。对啦，哎，这个乌克丽丽刚好在特价，所以爸爸就买给你了。爸爸，你还记得我想要乌克丽丽啊？当然记得啊。谢谢爸爸。不客气啦。都拿到玩具了，待会呢，爸爸再带你们出去吃晚餐。好，好好玩啊！好，姐姐上面还有猫猫哎，很可爱吧？跟你的那个好像哦，很好听耶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姐姐，等一下，你那个乌克丽丽玩完，可不可以借我玩啊？为什么啊？你听我的。我的鼓只有一个声音啊，可是你刚那个乌克丽丽有四个声音，好几个音乐，我觉得好特别哦。等一下我们一起交换嘛。对啊，姐姐，你要跟哥哥交换嘛。可是哥哥，这个乌克丽丽我才刚拿到哎，我也还没有玩很久啊，我不想跟你换了，而且我不喜欢打鼓。对啊，哥哥，姐姐不喜欢打鼓，不要交换啦。那姐姐如果不喜欢打鼓，她可以不用玩我的鼓啊。可是我对乌克丽丽有兴趣嘛，我们可以交换分享一下啊。哦，对，姐姐，哥哥喜欢鼓，也喜欢乌克丽丽，你就借给他嘛。为什么啊？这是爸爸给我的哎，就是我的啊，我为什么要分享给你？对啊，乌克丽丽是姐姐的东西，为什么要分享给哥哥啊？
那没有关系啊，这个鼓我可以留着自己练习。像姐姐你练习完之后也可以借我玩啊。对啊，姐姐你练习完就可以跟哥哥换啦。我不要啦，我不要跟你换，我好不容易才得到乌克丽丽的，我要自己玩。对啊，姐姐等很久了这个乌克丽丽耶，哥哥，你让姐姐先玩一下嘛。姐姐你真的很小气耶，你都忘记爸爸有教喽。好东西要跟好家人分享哦，姐姐，爸爸有说过，好东西要跟好家人分享哦。那说到分享，弟弟，你的默默奖为什么不借哥哥啊？默默奖，我的默默奖当然是我的啊。对啊，那乌克丽丽也是我的啊，我干嘛要借哥哥啊？对，哥哥，为什么要借给你啊？弟弟，你一下说我对，一下说姐姐对，到底谁对啦？我当然选哥哥这边啦、啊。很好。哼，弟弟，你刚不是在我这边吗？我现在站姐姐这边。哦，弟弟，你到底要选我这边还是选姐姐那边站？我叫你打篮球。我要学打篮球。弟弟，我乌克丽丽借你玩三下。三下。我的鼓借你玩三十分钟。三十分钟。我借你玩三十分钟，再加一分钟。三十分钟再加一分钟。我借你一整天，而且还可以叫你打篮球打一整天哦。这么多。所以在我这边。好。在我这里。奇怪，先在我这里，他先说我住在我这里。宝贝们，你们吵吵闹闹的在吵什么啊？怎么爸爸一出来，你们就一句话都不说了？刚刚在房间里面还听你们这样吵吵闹闹、叽叽喳喳的，现在一句话都没有。姐姐，你说刚刚发生什么事？爸爸都是哥哥啦，哥哥叫弟弟要选边站。啊？为什么弟弟要选边站呢？哥哥，爸爸。你还记得你有教过我们好东西要跟好家人分享吗？对啊，所以我就跟姐姐说，我这个鼓玩完，我可以跟那个乌克丽丽交换，互相的玩啊。一开始弟弟也说对，可是姐姐说不要。可是爸爸，这个乌克丽丽我才刚拿到啊，我也想要玩，我还不想要跟哥哥分享啊。而且弟弟明明就说对，不用分享。所以呢，我就像弟弟呢，到底是要选我这边站，还是选姐姐那边站？好了好了，爸爸知道了。你们拿到玩具都很开心，都很想要自己玩。那如果你想要跟别人分享，那就跟别人分享；如果不想跟别人分享，那我们就等到自己愿意的时候再来跟别人分享也没关系啊。而且弟弟，怎么了？你觉得你应该要站在姐姐这边，还是站在哥哥那边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。那你的默默奖想要借别人玩吗？我想要自己先玩。你想要自己先玩，但是姐姐跟哥哥又要叫你选边站，你都不知道要站在哪一边，你自己呀、也要想清楚。我们不要老是呢选择站在谁那一边，也要做自己的主人，帮自己做决定，知不知道啊？爸爸我知道了。好啦，下次不要再这样子吵吵闹闹的，知不知道啊？知道了。那晚餐大家想要吃什么啊？爸爸今天可以吃蛋炒饭吗？可以啊。爸爸那我也想吃蛋炒饭。好像不错哦。那爸爸我想吃牛排。爸爸那我也想吃牛排，好像也很好哦。弟弟，你到底想要吃蛋炒饭，你还是想要吃牛排？对啊，你自己说一个嘛。我，爸爸，我想吃咖喱饭。好，那吃蛋炒饭、咖喱饭跟牛排。但是爸爸今天想吃干面。我们去吃干面就好了。